有人。上一次大黄拖地差一点被拉布拉多给玩死，就是他拖地都拖不成，拉布拉多把拖把给他拆得面目全非，整个过程大黄都崩溃了，我在旁边看得干着急啊，活生生的一个人愣是被一条狗玩得没办法啊！我在旁边把我给气的呀，这拉布拉多比二哈还要二哈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今天不收拾一下这条拉布拉多，他日后他肯定反天啊，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所以今天我必须得教训他啊，我得给他上一课。你做一个人被拉布拉多收拾的没办法，太丢人了，这口气我怎么能咽得下呢？所以说我今天要替大黄复仇，我得给他上一课，我得让拉布拉多知道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。我还收拾不了你这条拉布拉猪了，二哈我都收拾了，还差你一个，你不能让他逮住你，你知道不？哎，你怎么你能让他逮住你吗？你对，你是左左打右打，对，撞着他压不回，撞着他压他不回，还敢蹦来这地震话，你别摔着了，调皮的很，家伙调皮的很，奶奶的，这比马桶都厉害。看好啊，这个东西拖把，用拖把也能遛狗，你不能让它遛你，得遛它。你看看，甩住他屁股墩儿，甩了个屁股墩儿，太滑了，这地太滑了。不敢跑了，不敢跑了，太滑了。心想他咋跟刚才不一样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玩死你！我想让你……哎呦，我天哪！我刚才差点被他玩死，现在他又差点被大黑玩死，他太疯狂了！我天哪，他都不能看见你干活。不行，地太滑，大滑，大滑，你不是可厉害吗？啊啊！自有人治你，天天把我拿捏的跟啥似的，啊！你咋不干？你别挨揍啊！你滚！还声东击西啊！我跟你说，主要地太滑，要是地不滑，你都弄不住的。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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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，差点滑倒。这家伙太活泼了，太活泼了，这家伙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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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着拖地把他关进来。新旧。